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麻雀。麻雀最喜欢站在高高的电线上，吱吱喳喳聊天了。不过，为什么麻雀站在电线上不会被电到呢？麻雀不会被电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因为麻雀有穿厚厚的塑胶雨鞋，还是爱呢？因为电线杆没插上插座，该不会是三吧？啊，电线杆上的是假鸟啦！双脚都停在同一根电线上哦。哦，电流和水一样，都会从高处往低处流。当电器的正与负有差距的时候，就会有电流通过。麻雀双脚停在同一根电线上，没有高低电位的差别，不会有电流通过，所以不会被电到哦。这大家了解了吗？